这是一个 low 地啊，低音 re 啊，就在这个通道里把它声音打通，然后每一声的真假比例配合都很好，这就是一条非常舒服的歌唱的通道啊。我们就是你是一个女高音，像低音 re 都不以后都不可能唱到，但是我们练声把它碰到。哎，说明你的气就下来了。好，一个人声音有力量，然后呢，很干净，很有力量，是因为他有那么多气息把它拖出来的啊，不是靠一这种声音量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哎，没问题啊，声音。